基隆市长谢国梁跟议长童子伟特别用歌声来感谢这些义警的顾问与干部，感谢他们为地方治安贡献付出，现场的气氛充满欢乐与温馨。基隆市义警大队顾问与中队长受证典礼受到府会贵宾的高度重视。一般人比较不了解义警，平常都在地方的治安方面默默的贡献心力，守护着基隆。那义警大队平常他就是协助我们治安啊，防盗啦、防抢啦啊，如果有遇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也协助我们到现场疏导交通。那比如说下个礼拜一有一个万安46号演习，那在下午的1:30到2点这个中间是人车都要避难，等于车子停好，人还要到就近的这个避难处所去避难。那整个基隆还是算蛮大的，所以我们警力是不够。那这个时候的义警大队的义警弟兄，那就派得上用场。那平常在比如说过年时期的这个春安工作啊，虽然现在叫做这个重点节日啊，加强安全维护哦，但是这个就是过去的春安工作，也有那个义警兄弟姐妹的身影。那为了我们这个基隆市民的生命、身体啊，还有财产的安全，我想我们今天警界有很多干部都会来，我们会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表示感谢。身兼基隆体育会理事长、救国团主委的郑锦洲热心公益，获得各界肯定，因此继续连任基隆市义警大队的大队长。而担任顾问跟中队长等重要干部也都是热爱基隆，愿意共同出钱出力，用行动来爱故乡。出钱出力，而且带领我们大家南征北讨，然后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是不是？我们热烈的掌声再鼓励一下，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基隆市的这个治安表现长期以来在全国的排名都非常的优秀，那除了靠我们的警力以外，也靠我们这个民力，就是义警。所以我们义警在郑锦洲大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同仁一起在努力，让我们的治安，然后不管在这个我们的见警率还是相关的破案率，都有非常好的显著的成绩。我想非常谢谢大家。义警同仁呢，他们是属于四大名力之一啊，好，所以他们在许多警察的勤务上都要协勤啊，那所以他们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我们义警在基隆市啊，跟四个分局有四个中队，然后有22个派出所，可是我们有23个分队，因为信六路有信六一、信二，因为以前在一二路跟三沙湾有2个分局，后来合并成信六路派出所，所以有2个分队，而且还有2个小队，一共是4个中队、23个分队，还有友纳、马林、复兴的小队，一共有23个分队、2个小队，而且非常谢谢市长啊，继续聘我来当义警大队大队长。我是从张通龙市长，然后倪佑昌两任到这下，因为可能这些做完年纪大了，可是我们义警弟兄大家非常的努力，包括我们的东煌。我们的东王每年东王将近1个月，我们疫情都各分队大力的出来配合帮助我们警察同仁来支持，因为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受证典礼上，市长、议长、警察局长都向这些热心公益的义警顾问与中队长及干部们致上最高敬意，合影留念，感谢他们为地方的治安出钱出力，守护基隆。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